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治族人，要不是为了救治族人，我真想快马加鞭把你抓回去。 怎么了？你今日用了香粉吗？是珍珠用的，我可能不小心沾到了。好闻吗？看来这位丫头品味一般呢。那下回不让她用了。 一切都结束了，我来接你回去。我昨晚还一直都在担心，怕计划有变，怕土喀社会识破，怕你们会出事。但是，谢谢你，阿隼，你们平安得胜了。我回来了。以后不会再有应试了。 也不会再有应试特辑，你后悔吗？现在的结果已是最好，应试不会再被那些私欲纷争所扰，也不会被别人设计做杀戮之道。不过虽然应试没了，但有笔账，你不能来。什么账？你当初自荐说要做我军师的时候，曾答应我要为我做三件事情，你。 该不会是想赖账吧？真没想到你居然还记得，我李昌哥是什么人？向来都是说到做到的。既然你都提出来了，想必你也是想到了。说来听听。我也没有想好，但是这第一件事情，倒是琢磨挺久了。你以后能不能更像女子一些？你的意思是？ 我不够女人？不是不是，怎么可能我是心疼你，我心疼你总是不顾生死的去拼杀，费尽心力的去谋算。小军师，给个机会吧，让我尽一下男人的责任，以后换我来保护你。不过我也知道，你是一匹拴不住的野马，你有自己的一番天地，我尊重你，你要做什么我也不会阻拦你。 只是往后，无论局势如何，你绝不可以再孤身犯险，不可以再不告而别。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一起扛。无论是风雨雷霆，还是刀枪剑矢，就由我阿石勒索来挡。听明白了吗？这个嘛，我考虑看看。 真苦呀！看来还是不够啊！嗯，那我要还你一下。长哥，开始。小心点。
殿下，怎么一来就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？OK， 哎，大家帮忙的，小编，挺好的，马上要闭上一场，你好。对呀，待会儿就爸爸自己来写了，我忘了。这不是一个样吗？写的。对呀，爸爸就写的很好，我写的都一样啊。他那是工厂。正好你不是带背写字吗？对。这是他自己写的，很好哎。直接拍就行。是的，直接拍。我以为还要一个替手，那找个替手的角度，然后就带啊，有没有带他？我给你送上来。不得了，给我放这儿来。来，这里我来。来，抬起来。啊，你拿呀，大了。因为我给老干的，我干的，我干的，这都是黑的。我光背满了，有了。你不是是吗？哎。所以，不管你是喜欢小白兔的李乐嫣，还是要成为大唐公主的李乐嫣，你想要的，你想要的。哎，你想要的是什么鬼？腰子。对不起，我就从这里借啊。你想要的。马上的，我就去。所以，不管你是喜欢小白兔的李乐嫣。还是要做大唐公主的李乐嫣，你想要的样子，你都可以做得到。